2023年仲下表演艺术，在最后一礼拜演出第四部剧《山水风景》伫咧日前开演，为乡亲带来精彩的艺术演出。一系列表演伫咧嘉义县无同款的地点和时段来举行，汇集着音乐、舞蹈和多元文化的元素，为观众呈现精彩的视觉盛宴。嘉义县政府文化观光局指出，9月22号拜五暗时7点，在中部乡定安宫，由祥和爵士乐团、世界冠军泡泡秀，还有竹鹿表演艺术团现场演出，结合爵士乐缤纷、泡泡的奇幻，还有表演艺术的张力，为观众带来难忘的开幕之夜。这个真的要感谢我们翁县长对我们文管局大力支持。本来其实今天节目啊没有这么那么的精彩，但是呢，我们听到要来中埔乡哦，我就讲嘿，我的厂商都这么讲，哎，啊，你这部袂使，你要搞我有较好诶，我要搞嘿，我咱中埔小朋友毋捌看过小丑哦，啊，个吹泡泡带来我们中埔乡。还有我们刚才看到竹鹿的表演，对不对？平常都要花钱去竹鹿社区看，对不对？今天大家都不用花钱，我们都把竹鹿社区最精彩的表演都带来，还有我们在地的祥和舞台，对不对？大家看了有欢喜吧？哇，好好。那个我也要在这里哦，另外要感谢我们的县长，虽然县长没有在这里，乡长说还是要感谢县长，因为翁县长。从以前他就职就任县长到现在，对中埔的不管在各方面经费啦，或是活动，都是非常的支持跟照顾。所以呢，一点拢增加咱中埔的能见度啊，力求国潮啦哈，也是这么大的活动一直在我们中埔来举办哦。所以呢，他非常的感谢县长，然后也感谢哈我们文管局的团队哦，给我们这么棒这么棒的一个活动。嘉义县文化观光局长徐佩玲的表示，藉由艺术节展示台湾的丰富文化底蕴，让乡亲远离城市的喧嚣，沉浸在音乐、舞蹈还有艺术的世界当中，拓展艺术的视野。最新新闻陈彦成中埔乡采访报道。在整个嘉义县的农产品的行销上，那我们就创立嘉义优先这个品牌。那这个品牌就是要帮嘉义县的农产品穿一件衣服，让消费者都能够看到，哇，这个是嘉义的农产品，有品牌就有责任。我们从食安的检验，包括设立标准，在这样的一个标准底下，我们才给你嘉义优先这样的一个品牌的贴纸给你认证。不管是在网络的电商平台，或者是在电视，或者是到跟台北的超市合作，或者到国道去做专柜的设立，或者到教会都市里面直接去摆摊，或者在县政府前面加油好市集，我们希望透过这种多元网络的关系直接跟消费者对话，这个品牌变成未来嘉义县政府跟所有的消费者直接对话的密码。那我想这对嘉义的农产品未来的销路跟未来的发展绝对是非常好的。如果真的只靠我们的话，我们真的很难做出品牌。那嘉义优先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归属感，像我们这样的小农有更多的机会在不同的管道去卖我们的生产的水果这样。